Sik Sik Yuen以普濟勸善作為屬校的校訓，本處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的辦學理念，透過提供我們全方位的課程，啟發我們學生個人的潛能。除了著重學科知識的傳授，Sik Sik Yuen亦都重視培養我們學生去建立積極的人生觀，以達至身心靈的均衡發展。自1974年創校至今，何鋒中學已經踏入第45個年頭。何鋒中學為了能夠令我們的學生在一個理想舒適的環境之下學習和成長，以往這麼多人的校長都積極地去完善我們的校園設施。在我們的41年的時候，就有這個體適能中心和校園電視台，而今年我們踏入45周年，咁正係着手去設立呢個 STEM 教學活動室，同增添更多先進優良嘅教學設施，俾我哋學生喺學習上面更加能夠與時並進。何鋒校內設施不斷優化，為同學提供更有利嘅學習環境，令到學習更加得心應手。多年嚟，同學喺學術上力求突破，獲得驕人嘅成績。何鋒學生咁多年喺學術都有卓越嘅表現，當佢完成咗中學階段之後咧。很多同學都能夠升讀本港大學，以2016-17我們的中學行文試為例，陳伯傑同學和黃曉凱同學都考到6.5的成績，入讀全港收生最高分的中大環球醫學系。除此之外，過去幾屆都有不少同學入讀個法律、環球商業、精算和牙醫這些學系。另外，何鋒中學非常著重學生的全人發展，即是鼓勵他們參與社會服務。劉建雄同學和顧之田同學分別在2015和2018年得到政府的多元獎學金，全額資助他們的大學費，這就非常高興了。何鋒中學是很多家長和學生非常心儀入讀的中學，全部中一的新生都是第一組別的學生，有優秀的學生亦都必須要有良師的栽培才可以成才。何鋒中學正因為是有十分盡責和具教學熱誠的優秀老師，才可以有今日的成就。何鋒在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持續提升，在同類第一組別的學校中學術表現突出。此外，課外活動多元化，學生表現出色，教師和學生都喜歡學校，雙方都擁有強烈的歸屬感。成日說何鋒學生有三德：讀得、做得、玩得。何鋒學生讀得書，成績好，中英兼善，在學術比賽屢獲佳績。何鋒令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整班同學之間那種很團結的學習氛圍啦。特別是中六那時候大家準備 DSE， 如果有些特別難的題目啦，或者是哪裡不明白，我們都是一大班人一起去研究，一起去討論啦。同學之間也都完全不會介意去分享自己的學習方法，在精神上我們都會給對方鼓勵和支持。所以我想，如果沒有了這個一起奮鬥的過程的話，我們都沒辦法在備戰公開試的路上走到這麼遠。辯論帶給我的是合作和突破。在辯論場上，我們會有各自的角色和分工，有條理有策略地將辯題更立體地呈現給評判。默契就是一個眉頭眼壓就知道對方想表達的內容。至於突破，我們第一次參加普通話組的辯論賽事，更加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代表香港到佛山和馬來西亞參加世界辯論公開賽，擴闊視野。我由小到大都是一個比較靜和被動的人，入了英文辯論隊對於我來說是一個轉捩點，經歷了無數次的論點建構、模擬比賽、改稿寫稿、賽後檢討，我慢慢學識了放膽去表達，更加著重邏輯和組織，去到最後可以站在全港總冠軍的台板，在幾千人面前鬆容不迫地陳述論點。而家回望翻，我覺得是判若兩人。現今社會重視多元人才，不單止要求讀好書，亦希望年輕人推己及人，服務社群。要講翻起喺何鋒入邊令我成長最快的一個部分就應該是參加義務工作啦。
咁好記得咧，嗰陣時何峰咧俾咗好多機會我哋咧去參與啦，或者自己去籌備好多唔同嘅義工活動，譬如係探訪長者啦，又或者校內校外嘅籌款工作等等，亦都令我覺得自己可以唔單止服務香港、服務社區，更加可以服務世界其他嘅角落，所以好榮幸或者好開心啦。其實啱啱咧就去完一個聯合國嘅青年義工計劃，除咗讀得做得。何峰同學在其他校外活動和比賽都有卓越的成就，發揮個人潛能。在機緣巧合之下，終於就接觸了棒球，估不到一打就是六年。當中印象最深刻就是中三那年，我們整班隊友一起看了一套熱血棒球電影《Cano》，我們就秉承著各種《Cano》的熱血精神，彼此之間互相扶持，在積極訓練之下，最終贏了我們夢寐以求的學界冠軍。隊友以及教練之間一起又跳又叫又喊又笑的畫面，是我棒球生涯裡面最美好的回憶。記得當時認識了一位港大的師兄，機緣巧合下他帶我去參觀港大工程學系的研究室，那裡的教授知道我很熟悉遊戲開發的軟件，就邀請了當時還是中午的我做研究助理。這次難能可貴的機會托付了我的眼界，令我認識到 VR 的發展趨勢和可能性。何峰校友遍布社會各界，我好感激師兄師姐畢業後仍然不忘提携後進，有幸成為何峰的一份子。我希望將這種飲水思源的精神一直傳承下去，將來幫助師弟師妹。好多謝何峰給了很多不同的機會我去發揮自己的才能，由中二培育我去做司琴，到合唱團伴奏，然後合唱團指揮，全校面前的獨奏機會。好多謝老師給我在這六年來接受音樂的薰陶，令我堅定選擇走音樂這條道路。加油！